相声《卖布艺》，表演者刘九姿、刘哲。感谢大家掌声鼓励、啊、谢谢大家。哎，谢谢。这个相声大会呢，特别热闹，哎，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那个节目呢叫绕口令，没错啊，一个很见基本功的一个这么一个节目。对啊，尤为的见这个捧哏演员基本功。嗯啊，这个是中国相声界是少有的捧哏在台上这么多台词的节目，您明白吗？啊，挺不错的。两位演员呢都是我的师弟哦。外面这个呢叫马萧胜，哎，里边那叫刘萧航。对，俩人下去休息一下啊，歇会儿。哎，这场呢把我们爷俩就换过来了。说话老这么客气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看这个笑声呢，大伙儿对咱们爷俩呢也是有一定认知度的哦。为什么呢？是吗？因为熟悉观众都知道，这我们爷俩就亲爷俩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中国相声界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，再没有这么亲的了，您知道？像话是不是？你什么就是不是啊？不是开玩笑的，别瞎动。有认识有不认识的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这应该呀。为什么是爷俩？为什么？先从我来说说我自己吧。好啊。啊，我呢叫刘九姿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谢谢。这德云社九字科的年轻相声演员，还挺谦虚，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是吗？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哦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吧。我了不起了。嗨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在说他的名讳之前，怎么样？我必须要净口啊，列位。哎呦，就把嘴里脏东西都给腾干净了，不至于才能介绍人家的名字。太夸张了。站在我旁边这堆呢，对，这个什么叫这堆儿啊？啊，就是放在我旁边的这个堆儿呢。说人有说堆儿的吗？不能说堆儿吗？多新鲜！那是这位，这位，哎，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怎么样？是刘哲，呸呀，刘老师，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这人性在你这儿已经差到极点了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净口啊。啊，嘴里脏东西都给腾开，或者你要不愿意我放中间，可以放前面。怎么放前面？站在我旁边这位是刘哲，刘老师。我知道的是你这儿净口呢，不知道以为我是你嘴里的脏东西呢。不能，你这么大块你进不了嘴里，是吧？不能的，不能的，你别加这个。喜欢你。是吗？为什么是爷俩？这是我师叔啊！啊，大贝尔，啊，大贝尔，大什么？大贝尔，大贝尔啊！那不是那啊，大贝儿，大哦，这得连读是吧？多新鲜！哦，咱俩这嘴呀、啊，说不了绕口令，是啊，就是大贝儿。哎，对，大贝儿，这是我们五队唯一一个大贝儿。别老说这个，真的是这样。到时候夜宵又得我结账。对我们现在都调理生活，我们不吃夜宵，没那个谁信呢啊！把这顿挪到明天早点吧，怎么样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就喜欢您啊！啊，这是师叔啊，嗯，这师叔你看多厉害，师叔唯一一个师叔，师叔有什么可厉害、啊？在他来之前，我们这儿最大的是我们炳哥，对，云字儿的，没错，这按字儿排，嗯，这现在人家一来，师叔谁见了低着头说话，整个后台谁见了都得低头说，必须这样。没那么夸张，真的必须的。炳哥多大卷儿，嗯，四哥多大腕儿，嗯，见了面照样说。你瞧，你说大点声，对，必须的，不低头不行，因为你不用仰头，你平视你就看不见书在哪儿了，啊，必须得低头。哟，叔，您在这儿呢，叔。啊，你要一平视，叔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叔叔呢？你叔在你脚底下呢，哦，您在这儿呢，是不是开玩笑吗？你在踩着我，你这是逗您呢？哦，就这么个低头啊？嗨，您大辈儿尊重您啊，这跟大辈儿没关系是吧？这跟个头有关系。大辈儿尊重您，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呢，其实我们这帮孩子里边呢，最大的就是我饼个子，对啊，烧饼，嗯，云字科的，那当然，哎，全名叫烧云饼，都特别不错的一个演员。没有姓烧的，没有姓烧的，多新鲜！姓什么呀？朱云烧，
朱云没有烧朱云饼，没有那饼，朱云峰，峰，哎，哦，朱云峰，对，就是 Pig Claude Crazy。也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嗯 ，PCC 是不是？对，缩写是不是 ？PCC 啊，以后的英文名就叫 PWC， 对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不错，我饼哥多厉害啊，是吗？啊，我们哥俩说实话，年龄不差多少，嗯，但是你看这个字儿，就中间还隔个鹤字儿，那当然，为什么？我们这儿啊，给字儿啊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八颗是怎么给的呢？怎么给的呢？来的早了给云字儿，嗯，晚点鹤字儿，再晚九字儿。目前为止最晚的是刚才那两位霄字儿的，哎，霄字儿啊，按时间先后。对，您看看人家为什么给云字儿？我饼哥11岁就来了，列位。那可不，11岁，嗯，你想想，小烧饼往这一站就开始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也就背呀，你多厉害！到今天人家不火谁火？对不对？对吧？饼哥大家很熟悉嘛。嗯。今天来肯定都冲我饼哥来的呀，对不对？玩一站，你看现在这练肌肉型男呢，啊，之前前两天拍那微博，哎呦露肌肉，哎呦型男呢，我这一大套话夸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然。前天你介绍他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前天他没来呀，对不对？型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往这一站，小眼睛虽然不太大啊，但是现在都流行这个单眼皮儿，哎，单眼皮儿，这实没得捧了。流行这个单眼皮儿，小眼睛往这一站。我饼哥喜欢掐腰，嗯，啊，但是叉腰，叉腰，但是他不这么叉，这么叉太娘了，不符合饼哥人设。那你饼哥怎么叉腰？哎，饼哥反手，哦，反手，一定要反手，是一般掐。叉腰之前先蹬一下袖子，反手往这一站，哎，小钉子步往外一迈，小钉子步，哎，头一歪，小眯眯眼一眯，嗯，往这一站，来来，跟饼哥玩，来，来呀，都这样，你别说这状态学的还真像，是不是？嗯、哎，我崇拜的，是喜欢的，哦，啊，我们哥们关系好，是吗？人家云字儿的，哎，云字儿啊，岳云鹏也是云字儿的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嗯、14岁。进北京，嗯，16岁进德云社演出，是，哎，很不容易，确实也算半个娃娃腿儿，列位，可不，就是半个打小学起来的，嗯，都云字儿的，哎，为什么我们都边边大，都年龄都没差几岁，人家就云字儿，我九字儿呢？啊，你来的晚呗？是啊，我为什么就来的晚了呢？那么你没赶上呗？我上学了。对啊，上学听见了吗？来，一天到晚八班反手擦屁，来来，跟你们玩什么？人家上学了。人家，先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就是说这意思嘛， 啊我上学了啊，上学了，但是上学不是说什么好炫耀的东西啊，上学还不炫啊，因为整上学在德云社可以炫耀，不行、哦、因为德云社演员上台之后咱们展现的是什么，嗯，是表演的这个技术，是对艺能的掌握度，对，不是你的学历，列位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学历和学识两码事，对，你再上台就去，你在这儿，你在台上你没人家娴熟，哦，对不对啊？来得早，自然学得好啊。那当然，朋友们，所以说也印证了我们德云社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凡是德云社的演员走出门去，但凡名字中间能有个“云”字儿，哦，那相当于脑门上刻俩字儿，写的是“文盲”。饼哥在那儿呢，他看着我呢，吓我一跳，一扭脸吓一跳。没有，这是开玩笑的啊。既然我饼哥都站侧目了，这绝对我饼哥是这里边学识最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刘思，我跟你说。
让我骂你，你要小心了你。行了啊，你没有资格把我这个名字中间的字拿来调侃。我为什么没有？多新鲜！我刘九字，你给我摘了字，你有字吗？你就摘我，你摘完叫刘吉。摘我的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刘吉？啊，咱俩就这么来啊？没有，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因为我呢上学，我学的是什么？我学的并不是这个相声啊什么的这种表演类的，没有学的拍马屁。我学怎么得罪人？我正经啊是在新西兰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在新西兰，我的天哪！奥克兰商学院。哎呦，是北非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。谁告诉你的？那这是北非吗？那是哪儿？那是大洋洲。哦，大洋洲。对了，哦，澳洲。哎，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叫大洋洲叫澳洲，因为说起来比较方便嘛。整个大洋洲最大的就是澳大利亚。对，澳大利亚在这儿，新西兰呢在澳大利亚的界边啊。哪儿？界边。界边。哎，对了，界边是哪边？这界边就是聂边的界边。哦，界边就是聂边的界饼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就是界什么嘴的啊，就是一长条那个，那就是新西兰，是吧？啊，对了，分两个岛，一个北岛的，一个南岛。那您在？我在中间，在海里待着。没有，我在北岛，奥克兰嘛。吓我一跳啊，在北岛。然后我在那儿学的商学。后来做买卖，了不起。对于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对于。真的，对于做买卖来讲啊，后来我发现其实呢，简单吧也简单，难吧也难。哎，做买卖讲究很多，现在做买卖都高科技做买卖，这位。哦，是吗？现在做买卖可别小瞧。哦。现在做买卖，你必须得用电脑啊，用高科技。嗯。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大数据。哦，对不对？大数据筛选。嗯。哎，这个东西现在最流行。这怎么说呢？前年吧。嗯，前年年底有一款网络产品，一个 app， 然后呢它的成功就是靠着大数据，到现在大家都在用。是哪个呀？这个叫抖音。哦，哎，哦，你看同样的抖音标志，同样的抖音在你的同样的手机里，嗯，但是100个人打开有100个抖音。这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大数据筛选呀。哦，哎，你喜欢看什么，你只要能完全看完了，它下一回2-3个视频之后再给你推一个。哦，哎，再推个同类型的，你还能看完，就变成一个视频隔一个推一个，你还能看完，就基本上给你推的都是同类型视频了。嘿，哎，你只要是不看的话，你立刻就划过去，它基本上啊就不会再出现了。哦，啊，这真的，你比如像我的手机打开，我手机只要打开之后啊，基本上就不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，就一定是双臂摆灯，来一双。哎，你看啊，因为我老坐我饼哥旁边刷抖音，大数据筛选，这都是大数据的。嗯，再往之前没有这么高科技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做广告。哦，做广告。对了，嗯，就靠这个电视传播。对，广而告之。没错。哎，有一个广告，但是这那时候广告啊，怎么讲？它也有自己的门道。这有什么门道呢？选代言人。哦。代言人必须重要啊，必须重要，就是那个明星效应。嗯，但是代言人你得挑好了，是吗？您比如说，嗯，哎，之前有一款韩片，哪一款？江中制药出的，哦，叫做亮嗓，亮嗓。哎，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。知道知道。啊，我反正我是没见过了啊。亮嗓第一代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代言人是谁呢？哪位？金曲歌王齐秦。哦，齐秦，哎，唱歌唱得好啊，确实好，对不对？大约在冬季什么的，大伙都了解呀。哎哎，人家这广告做得非常简单，齐秦在一个录音室里，嗯，哎，做好了，嗯，后边是调音台，嗯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怀里边抱把吉他，嗯，简单的台词一说，你就觉得这个要好，是吗？哎，您给来了，他这么说的啊？怎么说的？经常熬夜加班，喉咙又干又痒不舒服。自从吃了亮嗓，喉咙不干不痒，声音像这样，就你听完你就觉得我也想像这样。哦，能明白
明白明白明白。哎，所以这款药当时瞬间市场就大开了。嗯，这就是代言人选的重要。哦，哎，你一定要符合产品，光腕大不行。我觉得就图个脸儿，是吗？选谁都一样，脸熟是一宝了。那当然，只要脸熟就都行。这腕儿够了，脸熟了就一样了。那这样吧，同样是亮嗓，代言人换了，谁呀？不要金曲歌王了，那要谁呀？金马影帝。金马影帝也不次，腕儿大不大啊？不小。哎，这人我给你选一个啊。哪位呀？得过影帝的曾志伟。曾志伟，哎，曾志伟，我觉得可以。曾志伟卖亮嗓完了，我就没问题。江中都哭了，不可能，真的，我觉得行，是吗？腕儿不小。曾志伟一说这个包子是这样的啊，你给来。金蝉熬夜加班呢，喉咙又干又痒，不寻。不知足啊！咦，啊，这都接了这个亮嗓之后呢？怎么着啊？喉咙不干不痒了。哦，见好。声音像，嗯，声，嗯，声音像，哎，声像这样啊？像哪样啊？这一听就是徐福记那糖吃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这典型是齁着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不行了，这还真不成。哎，再往前就没有这样的哦，广告都没得做。那什么呀？全凭肉嗓子吆喝。哦，哎，肉嗓子一嗓子喊出去了，这就是一个广告语，是吗？哎，别的地儿不太了解啊。嗯，反正老北京特别讲究这个。哎，哎，你比如说卖菜。卖菜，老北京卖菜的讲究吆喝，是，哎，挑一扁担出来，哎，前边一个筐，后边一个筐，一共放着十几样菜码，是一气呵成吆喝起来，跟唱歌一样。别净光说，嗯，您给我们来来，您学学这个，唱两嗓子。一般情况是这样，我们欣赏欣赏。背一个扁担出来，嗯，哎，然后呢，一般这手呢搭这儿，哦，这是，等会儿啊，嗯，这边背扁担，手搭这儿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这是个人习惯，哦，啊，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啊，就是右手，这是为隆隆耳音，哎，搭在这儿，隆隆耳音，属于什么呢？就是监听音箱，现在，哦，知，哎，知道自己唱的什么，是是是，哎，主要是这个意思。好嘞，哎，往这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好听。来了，我们听听，嗯，香菜怎么样？站那儿、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没病。一个香菜还能怎么样？不是，我就说这个，你能听清楚是香菜是吧？多新鲜！啊，一香菜我都听不清楚。能听清楚就行啊。听好了，后边是香菜嘛。你嗓子比曾志伟强多了。谢谢你啊。嗯，香菜拉青椒哎。金菜来扁豆，金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嫩，萝卜嫩了芽儿的香椿嘞，蒜儿嘞，好韭菜。好，等打远啊！哎，没毛病。没毛病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一嗓子吆喝出去，响彻云霄，是要的是这个效果，没错。还有一个也特别注重吆喝，还有什么？卖糖葫芦的。哦，北京卖糖葫芦讲究什么程度啊？什么程度？长安街为界限，嗯，南城北城吆喝都不一样。对，哎，北城为什么？北城它是深宅大院居多，哎，四合院，哎，一串的院子，所以吆喝起来也是飘飘荡荡，悠悠扬扬。嗯，打穿几层院墙，那可不。卖糖葫芦一般出来啊，这也行，抱着那舵，嗯，哎，得抱着。对，卖糖葫芦没背着的，列位啊，不背着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抱着你能看得见，背着你看不见。哦，啊，你背着看不见，你往前走吧。人说，哎，卖糖葫芦，您这糖葫芦多少钱？我这糖葫芦没有。啊，你要摘走都不知道，对吧？这就必须得抱着，你知道吗？得抱着，眼瞅着，眼瞅着啊，得看着。哎，这一抱好了，往这一站，一吆喝来，是这样的。您来，您来，他们讲蜜了，哦，蜜了，哎，蜜了，嗯，就是甜，是来了，蜜。
想到一口气是，哎，差点给我憋死刚才。缓气，哎，要的是这个，哎，然后南城就不一样了，南城怎么着？不要求肺活量了，哦，啊，卖糖葫芦就标准就降低了，简单，大杂院居多，小门小户，哎，所以一句话，哪句呢？冰糖葫芦刚蘸得的，哎，干净利落脆，哎，特别简单，是，抱好这垛子一站，嗯，哎，哦，冰糖葫芦刚蘸得的，哎。哎，言简意赅，齐活了，可不，而且哎，冰糖葫芦刚站得了，哎，嗯，这边出来买糖葫芦，对，为什么南城不能悠悠扬扬的？为什么呢？院子太窄了，哦，你往这一站，南城啊，嗯，米多少钱呀？就出来了，急茬儿啊，所以说这来不了，是，哎，所以说各地域不同，嗯，哎，同样一座北京城，它培养出来的吆喝方式也不一样，还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在天津，哦，天津往东走，天津离北京不远，卖糖葫芦又不一样了，列位，天津怎么着？卖糖葫芦它讲究什么呢？嗯，就叫它不叫糖葫芦，叫糖墩儿，哎，糖墩儿，哎，它吆起来就一个字儿，哪个字儿？墩儿，哦，就这一个字，哎，干扁倔躁。嚯，哦，你吆起来是这样的，您给来来，墩儿啊，这是有便秘是吧？不是，他要求干扁倔躁，哦，就要这劲儿，就要这劲儿，嗯，哎，旁边那也喊，哦，也喊，墩儿啊，这俩卖的就不一样，这俩我听着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怎么不一样？这边这个卖的是夹橘子的，哪儿叫夹橘子？你没仔细听啊？我仔细听，我没听出来。他唱的是啊，偶然之堆儿啊。哦，偶然之堆儿。哦，夹橘子是偶然之堆儿。对了，那香蕉的呢？banana 堆儿啊。苹果 ，apple 墩儿啊，山药，山药啊 ，mountain medicine 墩儿啊，你这也太接地气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是开玩笑的啊，笑山药可不能叫 mountain medicine 了，哎，山药呢正经应该叫 Chinese yam， 叫什么 ？Chinese yam。后边怎么拼的是 Y A M， 哦，哎，这整个德云社除了听我以外，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。啥呀你呀？什么毛病？就是嘚瑟。你看会的还真多。那做不了。我要吃那个打菲律宾进口的菲律宾的罐头的。这玩意儿夹不到糖葫芦里啊，就愣夹，愣夹不夹，没听说过，啊，这又不行。对了，哦，这是卖糖葫芦的，啊，不错啊。要我说呢，我觉得我最爱听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我最爱听的是天津卖药糖的。哦，药糖，哎，这可不容易。卖药糖的这个呢，一出来一般都晚上。对，哎，来抱一小匣子，是打开了。这边玻璃盖盖上，哎，里边小盒，哎，各种药糖放得特别漂亮。对，放好之后拿一个手电照着，对了，五光十色，跟小珠宝似的，可不？哎，一吆喝起来，成本大套，特别好听。您给我们来来，一般是这样啊，哎，那一站报好了，嗯，买药糖，哎，谁来买我的药糖？哎，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。卖的卖那个少的少啊，卖药糖的有来量，吃了马蹄味儿啊，有了马蹄味儿啊，薄薄个冒凉气儿啊，就是。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啊，苦酸水儿啊，他都买了。上学呀，啊，上学真好啊！我在哪里？还三句啊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苦酸水儿，大大宝子谷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，出国留学的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坐飞机的时候那时差没倒过来？不是这个，你看。
我安排的这个彩蛋巧妙不巧妙？哦，我要这样不故意说错，他们能上来吗？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我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啊！买药汤哎，谁来买我的药汤哎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。卖的卖那个少的少啊，卖药汤的又来了，吃了我的味儿，有了我的味儿，橘子薄荷冒凉气，吐酸气那个大老宝壳，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是小子儿不卖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台上站下去了，我快唱完了，我唱完了。喊的都不齐，你们。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退票，一个是再来一遍。退票。其实这位，我觉得最好的是卖故意。要说这个卖故意的特别好啊，这个卖故意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它分很多种，北京有北京故意啊，然后这个上海有上海故意。东北有东北故意，而且还有故意故意，我还有故意故意，就是两个人对口的故意啊。哦，就是俩人一块儿来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比一个人的要保险一点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个呢，这俩人的故意呢，要丢人的就一块丢。哎，对，哎，也那没错，对，也别有一人站旁边的。所以说这个，咱就简短截说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匪夷所有，风刮掉字，这正常。我刚才一块唱挺好的，是我真觉得挺好。第二遍要没有那，对对对，那挺好，是不是？成功了啊！但是我们很喜欢他这种行为。是人吗？亲叔 ，my uncle。别来这套，刚才你说我的时候呢，咱们就故意故意吧。好，哎，故意大伙儿来了，哎，讲究两个人一块吆喝了。对，这个卖故意呢，一般就是一个掌柜的，一个小伙计啊。这小伙计呢，就是负责干什么的，圆谎的。是喽，这边撒谎圆谎，我这说有点不什么好的呢，他过来往圆整的说。我给您来这小伙子，哎，你就跟着我，得嘞，哎，跟着您走，跟着我走，错不了了，行吧？行，这就相当于那旧衣服了。这件儿，这啊，就是旧衣服，哎，旧衣服就是故意啊，故意就是旧衣服。啊，当年卖那二手衣裳啊，怎么着的呀？哎，就说故意了啊，行吧。嗯，哎，这个故意还是比较新鲜的，还小起了。哎，嗯，要不说还是我们天桥总店是良心店。有的那旧衣服一打开，我的天哪！行吧，我都怕往外飞小虫子什么的。哎，我跟着您走啊，跟着我走，错不了的。来了，哎，大喇嘛的官儿啊。大喇嘛的官儿啊，往下，别重复我，对不？这儿没有 double， 知道吗？往下啊，往下，哎，大喇嘛的官儿啊，大喇嘛的官儿啊，我警告你，没有重复。你不说往下吗？我让你往下，就是你往下边村接着往下走，接着还哦，对对，我以为你是声音往下，哎，咱们再往下，我得蹲这儿呢，你蹲不下是不？不是我蹲不下，你刚才这个桌子打的明明是坐地上的，你知道吗？别难为裤子啊！来了啊，往后走啊，哎，来往下啊，哎，大喇嘛的官儿啊。二喇嘛的官儿啊，三喇嘛的官儿啊，四喇嘛的官儿啊，又忘词儿了。五喇嘛的官儿啊，六喇嘛的官儿啊，七喇嘛的官儿啊，八喇嘛的官儿啊，九喇嘛的官儿啊，十喇嘛。给你勒死就得了，你勒死谁？今儿你这工资应该给他们。我给勒死得了，像话吗？你勒我干嘛？我让你让我往后走，我让你往下跳，我就让你马褂排队来了。那怎么着啊？啊，我马褂，你把它的用途唱出来呀、啊？那还有什么可唱的？往最外边一套不完事儿了吗？所以你唱出来呀、啊？我怎么唱啊？套在了外边啊。就这句，嗯呐。
这句真接地气。行吗？来，会了吗？会了，来了，来吧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考在了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。停。马褂没袖子，那不砍尖吗？那不，你唱出来啊！我这句我怎么唱啊？那是砍尖啊！玩我呢是不是 ？Play me 是不是？啊 ，Play over you 。玩死我了！是玩死我是吗？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懂了，使那么大身上干嘛？再给我们踩踩坏了！我现在气死我了，今天气死谁了？气死我了！至于不至于？来，注意力集中啊！太顶厚！大了马的官儿啊，考在了外边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盘边儿啊。就这谁不会？买裤子啊，两条的腿儿啊，一条腿儿啊，那是裙子啊，三条腿儿啊，裙子套裤子啊，四条腿儿啊，俩人穿呐、啊，五条腿儿啊，裙子那是手套啊，有五条腿的吗？你太诚心了，五条腿怎么穿？我前面穿俩，我后面搭了仨是吗？像话吗？你不是这不是逗您玩吗？本来就是，我想看看您的反应怎么样。我以为俩人带一瘸子呢，你小丑。没错啊，这不错了，这不错。哎，后边找钱算账行吗？那没问题。姐、哎，这个脑袋留我啊。是。哎，你别乐、啊。口脸账、啊。心算。来吧，哎，这真行。不坏坏怎么都行。行，来吧，听好了。来吧啊、哎，买袍去呀、啊，有个领子啊，有个袖子 啊，有了棉花啊，堆儿那个堆儿 啊，打的面的堆儿 啊，怎么这么厚啊？亲娘续的呀、啊，后娘当。当的呀，当多少啊？五了六的毛啊，一了块一呀、啊。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呀、啊。我给你三块八呀、啊，我找你两块七呀、啊。我给你136.23¢ 啊，我给你一，我找你一百，微信支付宝吧。有病吧，二维码扫一扫啊，那会儿有二维码吗？有二维码吗？你说怎么了？蹲着拉，你说怎么了？成心是吧？有毛病吧你？谁成心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怎么有病？你给这么多钱谁算上来啊？谁算上来？你给这么多钱谁算？含着我是吗？什么？你当这么多你含着我是吗？什么？你当这么多你含着我是吗？什么？你当这么多你差不多了吧？不是我没听清，你没听清，你当这么多，你给这么多钱，谁算上来？谁算？我就算得上来。你算上来？肯定算上来是吧？来，听我的，来，听着，来，说我给你136.24¢ 啊，我留下一块一呀、啊，我剩下还给你呀、啊。